有人说正义往往会迟到，但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不让它缺席。这次的这件官司不单单是为了帮助艾文，更是为了琼斯太太还有皮特。当年我错过机会让这些加害者被绳之以法，现在是时候还琼斯太太他们一个公道了。我的心愿终于实现，琼斯太太、皮特，你们看见了吗？ 结束了，沈夏，我没有遗憾了，等我回来。啊，在弄什么好吃的呢？早啊。啊。饿了吧？我先切些水果，早餐马上就好了。那个。 我昨天刚好看到 Steven 跟 Tom 走在一起。他们俩怎么走在一起啊？他们走进咖啡厅。咖啡厅？什么情况？我就跟着他们进去，听他们聊几句也没那么开心呢。当然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。后来盛夏打给我，说是 Steven 想要收买 Tom 是拒绝他的，我才明白。没想到 Steven 居然还用这一招。 哎呀，他们是个靠谱的人呢，要不然……我总觉得盛夏势单力薄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对付得了 Steven 这个老狐狸。Kevin， 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肖总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还喝酒了？我刚出去一下。 剩下这个案子比想象中复杂，你赶快过来帮忙吧。Here you go. Thank you. 起来啦，哎，这么早啊 ，Kevin 怎么样了？嗯，好多啦，已经醒了。好，哎，我给他熬了白粥，你一会儿给他端上去。哇，谢谢你，这么有心情。哎，盛夏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 Tom 怎么会知道 Kevin 这家餐厅呢？你想说什么呀？Kevin 跟我说。 他看到 Tom 跟 Steven 一起走进那家餐厅，他觉得可疑，才去跟踪他们的。这件事情 Tom 跟我说了，他知道 Steven 会在那里吃饭，就故意出现在那里，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Steven， 了解一下对手。你信他说的吗？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没有骗我啊。
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。为什么呀？你不觉得他跟徐天有点像吗？完全不一样好吗？行了，算我多嘴。哎，但是我还得提醒你啊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防人之心啊不可无。再说了，咱也不知道他们什么人，万一……我知道了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赶紧上去吧。那你注意安全了。慢点开啊。Hello。哎，盛夏，到微风餐厅来，我们去见个重要证人。OK， 一会儿见。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注定要说些。你到底，哎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有完没完？你老是跟着我。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我不想听。我可以等，等你想听的时候，我再说给你听，好不好？行啊。我现在着急去办事儿，如果你有诚意的话，你就在这等着我。
行，我等着你。 程姐 ，Tom， 你赶紧过来，我又给你找了一个证人。你过来见见他。好的，我这就来。待会儿见。城市的步调太快，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停下节奏，谁也没必要为了谁而留在原地等待。但幸运的是，爱情却让人生有了惊喜意外。当我们回过头的时候，发现那个人原来一直都在。 喂，盛夏，我有个惊喜要给你，你转头看一下。